句深情，自从无声亡故，欲遭大火烧家门。母子忙不再起身，家兵挑水渡光阴。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，路上迎人啊都打爱人。是什么天不定啊地不平，翻天落雨雨翻天晴。于是将放挑水忙啊，又无骑马来游程。他为家招来姑娘亲，必先太子要拉婚啊，八字何日该休营？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
欢喜前辈两位老师，因为从小呢是生长了城隍庙嘛，在了城隍庙老城乡里向呢，每天从个下半天啊，各广府里向从个是前辈两位老师唱腔。可是我小辰光还不晓得情况，但是我已经晓得有这个前辈了。毕老师流派我是非常欢喜，而且毕老师的。
那辣辣好像应该是早个七八年前头，有幸也参加了七班两位老师的演唱会。演唱会同时呢，就唱了段《三杯酒》，好像是《华丽英歌》，唱了段个。没想到乐队观众呢，是给予我很大很大的掌声和鼓励。我是很喜欢气派的，戚雅仙老师，他对我艺术生涯也是有影响的，而且啊。我和戚老师还有一点点小的交往，那么他呢也对我有一点点指导，我演唱了他的《血手印》，他是四大悲赞之一嘛，我们评弹就是徐立先老师，然后粤剧就是戚雅仙老师，所以艺术是相通的。八八年辰光，我呢唱了一段这个粤剧《血手印》的三杯酒，和戚雅仙老师唱，那么戚老师就想。内心的一笔一笔一笔笔通光我啊，到了演唱会前头呢，我呢得到了这个李成王老师对我辅导，因为阿拉有辰光呢演出经常碰到的，伊也晓得我会唱琵琶，葛末我告诉伊王王一个也演唱会来唱个对不对，葛末伊喊我唱给伊听听，听了伊讲小王这个咬字相当要紧，侬想阿拉唱些《荷里英歌》《三杯酒》，伊拉唱些要不是个呢？万里英歌一杯酒，一咬字它都不就不一两样，你要唱好怎么的，一定要在这个咬字能咬准。我看的第一部粤剧就是戚碧主演的，他们主演的一出大戏叫《龙凤花烛》，他是洪峰先生这个编剧的，那么第一次看粤剧，这样第一部这个粤剧，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，让我只是爱上了粤剧啊。那么所以这部戏应该说是我走上戏曲编剧这个道路的一部启蒙戏，一部非常有缘的启蒙戏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戚雅仙、毕正芳他们的合作乐。虽然我是唱领队的，那么我从伊拉个流派当中呢，吸收了不少个这个杨苗，包括了这个贝老师伊个扮相啊，伊个这个台浪向个这些动作啊，伊个眉目之间个些细节个因素啊，我是非常崇拜、非常敬佩。